开始刚才领着两千了，医生嘛会疑问啦，啊，所以这有人直接叫我大家知。啊，佫一种就是防疫津贴，啊，这防疫津贴就是因为过去这一两冬吼，受到疫情的影响，其实讲真嘞，足侪人受到影响，包括咱这商圈的干部吼，大家拢有受到，拢有受到影响。啊，但是虽然我因有受到影响，但是因感觉吼，有人比咱佫较需要咱去甲关心、甲遐照顾，啊，所以应该发挥这个大爱的精神啦。而，啊，我们希望说，这个大爱，透过今天这个大爱，我们这个抛砖引玉，让这个爱情的继续延续下去，啊，好，更加侪想要到达。要甲帮助咧社会人，会当来浮出来啊，浮出来啊！包括咱教育中心、北教育中心啊，他们北教育中心因咧照顾拢是弱势的家庭、弱势的小孩啊，所以咱今日去这捐赠仪式有两个啊，第一就是咱要照顾较弱势的家庭的囡仔，第二咱就是要照顾咱的较需要照顾的老人，咱要有咱的老人。这很小的事情哦，啊，能够受到大家的肯定哦，啊，去感谢你啊，感谢大家哦，啊，但是。谢谢哈，咱区长哈，啊，甲咱理事长哈，伊用心哈，啊，希望大家拢会当安尼，迄个身体健康哈，啊，顺利平安，谢谢。啊，咱即届购物节呢，啊，由咱嘉里区公所来主办哈，啊，咱嘉里商圈来承办了哈。那么区长呢，啊，伊真用心哈，特别支持讲咱的活动哈，爱多样化。尤其在关怀弱势这个区块呢，啊，来爱特别个啊，列得起吼。啊，所以讲呢，阮嘉里商圈除了咱的市集活动，除了咱真济系列活动呢，啊，我们最注重的就是我们这个啊关怀弱势哈。啊，那么咱购物节呢，我们有义勇竞标爱心义卖呢，那我们也募得50,000块呢，啊，我们捐助给我们的北交友中心还有弱势儿童。那么在百米的部分呢，就是由我们邱药师，哦，伊做爱心啦吼，啊，捐500包米吼，啊来做咱一只米菇吼。